45岁嘅陈少霞喺2016年同身家8亿、兼有中国法拉利之父之称嘅李文辉再婚，婚后诞下一女。日前陈少霞喺 Facebook 晒出女女李舒雅嘅近照，相入边已经3岁嘅女女，头戴四方帽，身穿红色衫，衬白色短裙，打扮十分可爱。佢手上仲拎住一张证书，相信系幼稚园 M 班毕业，而佢就读嘅系维多利亚幼稚园，据知学费1年约10万。